金莲花的功效与作用简介。金莲花别名旱地莲、金梅草等，是毛茛科金莲花属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常见的有黄、橙、红色，喜冷凉湿润环境，多生长在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或疏林地带。功效与作用：金莲花是一种性寒凉的中药材，富含生物碱、黄酮类物质，有预防上火、消炎止渴、清喉利咽、排毒养颜的功效，还有逆菌抗病毒的作用。用它泡水喝，对于上火的症状有一定的改善作用。